微臣并非尊心欺君啊，哼，并非尊心。启奏皇上，那个微臣到崔眉宫治驾，因为心急如焚，口气不清，这是陛下将定我五天天禄。微臣见陛下用心大切，我才敢。敢讲是定理不从，无不明吗？对在微臣。罪在迷信，将天家臣在以本条情观论，莫再报罪。欺君害民者，当处何罪？罪当极刑。陛下，魏德安急迟回家，原本是要来报债，照安尼看起来，伊这个人也够一点啊爱民之心嘛。哦。那呢？刀密四门，一百两个，留作何边对呢？这天性不下，勒索百姓，就该当何罪？李林军，将魏德安押下斩。齐君若无闻其故，慌乱之主若无闻其意，将天家臣在，凡是全国臣民，定必向将道修学好果，实事求是。此外，欢龙举行啥曲艺奉迎，马上旗下何国勇民者众无暇。其国臣民共作出风，驸马。欢乐养人口，无论大小，发落因一刀米报一片，以真济在方。万岁！团结力薄，下苦的怎啊无罪？冤枉万岁！陛下圣明，罢了天国也，拜驾归长安。我国苏醒前来洛阳调和赴宴，立马依告面丁。苏醒依告，依告面丁。马少吉林啊。天我故言难行，这怎么叫点你好是好，你好是好啊？太朝陛下，一心之见，也是驾回长安，再做定夺啊！是啊，心怀惊吓，再做定夺。
慢来慢来，兵临城下，客至国门，如此做法无妥当，无妥当啊！苗国公，现在你向足地多苗，一个战机就由你来收拾吧。请陛下暂时开下韦德安，敢讲一嘴不动作，动作动作。陛下，韦德安身为洛阳都督，这一回陛下在洛阳拜天无言，已算是一份的主人，驾在万国雕神来寿之时，你将伊斩首。岂无惊动苏秦，猜疑忧损，大动国威啊！这，就以奉献轻罪，得无你省这一道宽疑刑事，若误了天无言，哼，严重不达，为神尽罪。从韦德安反行带来记录，德文扎一丢，你是德夫人？哎呀，老国公，我命主因，韦德安，你算一个是真好运呐、啊！洛阳是万国属木之地，正在苏秦来朝之时，你看，充于万木，生活体统，要先家处地，拜罪立功，是先家处地，安尼无爱服我，也阁有一般天无言。我是天无言，严重不逮，这边。安尼唔说别家讲啥呢？我说袂用有样看样，无样家己想。平时管的是我这个低头都来管本机，被盗救啊！被管的进来啊！大人何事？天魔八将准备要怎样？启禀大人，天魔嘛有养我都没有救啦！没想咯，没想。不管你上天落地，也都惹到天魔八将，无了一言，严重不逮。我大醉枪落地，那准破是害彻底。哈哈，我这个神王加炮弹，惹你这个水鬼脱红坑。妖言落阳，独倚归期，同修不念心。Thank you.
为什么咱已经就来这么多天了，都没看到天狗眼的影子？伯父，你骗人啊！真正想要吃天鹅肉，人要吃天鹅肉，走票！哎呀，洛阳到处出虫哦，要闹珍贵的天鹅呢？拢是你这只岩浆子想要吃天鹅肉，唔吃你来这场的大风波！哎呀，天哪！变成一只红烧鸡哦！地无天无，国宴难寻，寡人体面何存啊？拄拄去撞到阮皇兄啊！天鹅，那是秋雁。哎呀，伯啊，在天顶在飞，那嘛算天鹅啊？对不啦？遐在水面上，那两只天鹅，甲这完全嘛同款，安尼一模一样啊。呀，这真是骗做我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爱贵，古人知言为机，你却是知言为误，你真是好聪明啊！我搁较聪明。也是一只癌症子哦，又搁在爱予人塞嘴边，我，哎呀，好咯，好一个可爱的小青子哦。向你背不是呀，对呀，
什么人哪敢殴打君王，定就灭以九族。瑞熙，皇兄，算你国公进宫。是。阿达，这有做法无妥当啊！陛下，这是怎样无妥当啊？今今日这严旨响入全国人民，不准弄虚行诈，马上去下，年幼在年，也定家己却言行不立，这岂不是？哎，陛下，你以丑言来代替天国，这乃是失修行。你天国言那是办无成，这就是失大信。你唔通苦修行来失大信啊！这陛下，恕急怜悯，唔通搁再犹豫啊！今下子啊，唉，定本性。协助天无言一生千古佳话，随地却成了千古笑话。我的世面啊，成了轰动天书咯。有个公子叫剑家，算陛下先且先告退。见陛下，平心下陛下。客少陛下，微臣打扮别身，探望洛阳，旧丘岸，并无天物啊。哦，奉献天，那安尼，咱要办天物宴，遐霸气啊天物咧。微臣打破铁无心处，但却是得来赚不费功夫。老先生，你来看，阵阵烈空掠过，那是什么呀？这是秋雁，也叫做野鹅啊。天顶飞鹅，就叫做天鹅嘛。天顶飞就是天鹅啊！妙哉妙哉妙哉！陛下，微臣探望洛阳关，已经认识有霸家的秋雁。好一个洛阳关，你赶紧叫伊速速献我进宫。伊不愿进献，伊这个人真古板，不得宽便，我就。陛下出旨宣调，这公公都要定亲自出马，定本指鹿为马，抓好圣旨垂家，万一受人纷纷议论，遂定喜怒无常，这岂不是？这，也是定。亲自出马，定借好借此机会毁这个米官令。陛下圣明，一来缅甸有骨财之机，国一位主之憾；二来率定痴迷良之略，标定小贤之心；三来爱洛阳关东东方方，献我进宫。神枪子破甲东营，
你这是何故呢？无人呐、啊。喂嘞，你敢袂记英日啊？咱故乡有流传一首歌、啊，歌无啊？什么歌啊？哎，那臭豆腐歌。老爷，啊，你奈突然间想起故乡的这首歌呢？女人啊，喂嘞，江南吼，还佫有一间咱祖传的臭豆腐店，我看吼，你也是水老夫，两早转来去咱故乡卖臭豆腐哦。哎呦，你佫会讲这款话，谁爱相信呐、啊？但甚物人唔知影，你生爱顾这个百姓。我才不相信，你敢感觉这些百姓在摇杆我？你敢敢？也不敢，也不敢是要怎安怎？老爷，听讲皇上驾幸洛阳。你又不靠姜计噶，改变一只青菜煮豆腐，一清二白，安尼咱唔只会心甘情愿，是。对啊，太老夫写一本奏章，痛陈灾情，请求真济，啊，就算讲时光，啊，我也无遗憾啊。都对，春兰，啊，准备文房四宝。是老爷啊，老爷啊，外面来了一个算命先生，讲什么伊是先生，要求见老爷啊。嘿，今老夫伫做寿，就来一挂客食。啊，即摆老夫咧时光又搁有算命来，啊，唔见。是。嘿嘿嘿，稍等下，稍等下，老爷，我看你吼。这不是八字无正，无着五行破破，我看归去啦，见，唔见，见，唔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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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唔见，唔见，唔见啊！老爷，点点咯，哎呦，嘉义，请圣雅先生入来。是。有请先生来
娘。那是当地的地方啦，啊，商家吼，那想要求情，我饭家请你坦白讲，要互相相处。老爷也未免太看轻贫道了，今日为老爷看相算命，分文不出，滴水不沾。哎呦，先生呀、啊，你若算有准，我当当有想哦，来啦，歹所在遮多，遮多啦。身家尊号，贫道乃峨眉山清溪道长门下，发号显妙。为何见看相又算命呢？那讲看相，那是看命；算命，那是算运呀。那何为命？何为运啊？命者，月行不相，天生而成。所谓命中注定呀，要那运势流年变化，数时不同。哎，所谓时来运转呀，就请先生给阮老爷算一下命哩。老爷高寿？五十春秋，生辰八字，九月初八子时，丁子年时。九月乃木辰月，八日在丙，子时，子为十二生肖之首，寿者一也。哎呀，啊！老爷，这个命，老爷这个命你好啊！唉，事变多莫卖，老爷这个命暗下着一句惨语。叹你旧官旧事未还清，更有一关红啊在心。哎呦，卖个多样的糟工我啦！啊，等我味道叫洗面洗面，满身拢全洗去。当是啥物人咧看袂出来？一句惨语暗下着老爷生辰八字，故贫道断言，老爷一向拢是洁身自爱。心情欢。
先生啊，但不知阮老爷伊的孝运如何？这都要看老爷伊的造化了。哦，哎，望先生只是未定啊。天地不可泄露，请如林将片片去。啊，是是。哪位？心想这样啊，先生啊，别客气，来来来，真多真多啦。本官一身的山骨，两袖清风，三袖的诗书，四面傍壁，要何来机会呢？还有半只的天鹅啊！啊这，啊先生爱讲笑啊，迄拢是遐乞食有眼无珠收集来一寡野鹅啊！天不闻运气，五金失色，时来鬼气生辉。一边都看来，老爷你的西来运转，就转在这八家天鹅的身上咯。哎，呀，你也叫我一计无真，期望圣上啊，帮助皇上解决你的迷之计，不但无罪，而且啊也有功啊。呵呵呵，这个趣味哦。啊，这个敢会使让我赶出去？迄个老伙仔拢讲同款，啊，叫我倒来龙岗行卡。哎，啊，敢讲这个世上的老实人拢无饭通吃哦？啊，看来我着两早倒来去阮故乡卖臭豆腐哦。老爷，亲像你为人如此，十古不化是心难歇的荣华。啊，你唔免用迄个骗术伫咧骗我啦，无卡做，我无伫咧信你啦。岂不闻？夫妇不闻，为人自骄。你乱讲！本官你不贪赃枉法，你不欺君罔上，杀不欺弱百姓。伊阿我无心，我就到衰尾啊！嘿，啊，敢讲在抬头笑？老爷，你应该了解，忠义之心才愿意为你解决此时之急。若凡老爷唔听答应，恐惊父死人头啊！我只在问心无愧，何故他在的？哦，大人，你吉凶祸福全怪你病毒一言。我乃皇上命官，也你是江湖术士，既乃我好的。你既为皇上的命官，却不知皇上之心，你何为忠？为人不知通权达变，你又何为能呢？我咧也叶佩，当今天子英明天聪，将你严治各界神下，爱修学护国，实事求是，欢乐喜庆者，却为皇爷换上去啊！护国用民者杀不赦。本官是此之为金科玉律，因三省名节不忘，
皇上怎会叫我做出这么瞒天骗地的代志呢？你请看来，这修好后果，是自救死呀！哎呀！昏昏呐，咱看这个小兄弟，但伊是讲你嘛半寸，羞煞我。这个七七啊黄昏，下马上临军。哎，啊你是要走还是不走啊？乱棍，请你走哦！走走走走走！老爷，万一皇兄当着咱哩解决之事，假出无奈，伊爱你去做三公里高，也志不顺。嘿，这军内神事，啊，神不信是不忠啊！嘿，对对对，我敢不讲名下？好，来！嘿嘿嘿嘿。啊！你煞用皇帝来咧吓惊我，哎呀，无你是啥物人啊？要无你讲，我是何人咧？你是干么骗子啦？嘿，我是当今的天王。啊！你这个骗子啊，也敢冒充皇帝？啊！你是个真大胆。请陛下亮目一观。亮是臣闻相君治国以民为本，人臣事君以忠为纲。金洛阳哀鸿遍野，阮慕凄凉，以道德满载报税，空驾洛阳，严令臣三日来高雄天鹅霸者无依无，淹没旧鱼下水深红，心万般无奈挂冠回乡，当作祖父开豆腐店。心虽有忠心切胆，顽强强强，言下愧对祖民百姓，向高父何等红恩，欺骗为灭，毁累成章，神气也复为陛下发太冲之勇，救万民之恩。陛下，你道久忠心耿耿，神应将身家性命担保。
下，万岁！老爷啊，咱厝的人也无怎样，买棺材是要做什么？哎呦，莫讲遮济啦，赶紧去啦！是。稍等下，稍等下。会记的，大金的都报返来的，唔通让我死了哦，多亏先姑负责哦。是。来啦，林七阿弟。阮老爷，假是去犯着鬼啊！你咧算命先生呢？哎呦，大头阿来啦！大头，伊是天，天什么呀？天什么天？天啊！老爷，你是阿叔啊？老爷，老爷，叫停，叫停。派金棍子来抓老爷啊！老爷，你哪？为何连累你咯？老爷，不然到底心烦何处？事到如今，我只好对你照实讲啊，对你算命的事，是什么人？是什么人啊？这真龙天主，当今的皇上啊，为何我？你该安怎啊？我你该安怎啦？我怕了皇上，犯了灭族之罪。
来啊你啦，老爷、啊，你是何故去打了皇兄？我骂你去请伊入门，你若无去请伊入门，啊，我要哪会去打伊啦？啊，我要哪会知啦？哎呦，我以为伊是周瑜的算命先生，是咪人看得出来？伊是当今的皇兄，为何我大汉一家再嫁一难道啊？老的，你哟、哦，你是在家冤枉哦。
洛阳关何故如此呢？哈哈，别去找解万事，找解万事。打起头来，别去不敢。我就是透早去土坑里献舞，和你赶出去的方贤龄啊！啊！老哥公，洛阳关，你一日之内挂了千岁，罢了万岁，你可算天下第一条好汉嘛！别去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啊！皇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国运昌隆，素以为福，天我承运，万国交合，必定用天条之德化。诸事有关，大同之声为特应刘国公奉献令，将弥陀教与天我一同押上晋江擒处。不如有报，民风国富，风景太平。定金失主天无应，普天同庆，君臣齐欢。请各国贵宾与将相来吃一下祖宗滋味。陛下，请。陛下，这天鹅肉的口味如何啊？美味可口。啊，仙伦如何呢？仙伦非常啊！幸亏燕窝稀奇呀！大开呀！天鹅肝素海扬名啊！妙啊！金冠将士千古流芳。真是千古一脸啊！陛下，今夜天无言，休讲盖世洛阳关啊！今夜天无言，还得将你闲讲。这个人是难得的奇才，就是金庸一样。陛下。留神来见识这位奇才，陛下意味如何呢？对，陛下意味如何呢？啊，这陛下，弥陀教在江外候旨，连棺材都准备好了。听好了，是啊，各国的使臣得接伊，想要看。你怎样唔将伊选进宫来呢？哎呀，弟呀，你所做的事，哪能这么奇怪？嘿。
生也是下职之幸啊！哎，对。偏偏主子一笔赞为天心，是将头强意思。今如今是休六重气骨，陛下。你是桂林南天啊，是啊，南天啊，罢了，要我只好将伊冤家来当作明珠。瑞卿，哎，算了，阳关进阶，是皇上有旨。关洛阳关梅道救金江娘子啊，官闭眼有功，我父敬你一杯酒。谢老哥哥。哎呦，我这个手，陆阳官，呀，你这个手是怎样来错干的事呢？客走牛牛，先这个手打。你这个手啊，哎，威风十足，天下难寻啊！哎呀，天生一副的仙人掌，相邻不厚，再不相啊！陆阳官，皇上对你告我是因，你也唔赶紧饮下此杯啊！谢，谢娘娘千秋。哎呀，
这个衰尾今仔日阁遐尔正出风头啊！陛下，臣妾认为有酒无事是相欠奉啊，不如来请各位的使臣以天国为地，积食赋诗啊！爱妃言之有理，老国公。臣在。烈士将华丽得过梦中，你当有你领头起鼓，臣愿意抛砖引玉。将死不过一回琴，今夕曲成已设定，三年皆得君王意，杀敌不朽一心志，千红不见难不敌。魏卿家，现在你讲千方百计难保的，为什么洛阳关随手可得呢？呀，你若袂晓念经，就唔通甲人伫咧做和尚。迷信继续，虔诚佛教。哦，想袂到魏贤卿你都有处我行啊！洛阳关，啊，你那头壳累累，唔讲话呢？哈，啊，这丫头，丫头，洛阳关呐，今夜天无言，以天无为地，啊，你那将文章做立地啊？小心会抬头啊！会抬头哦！哎呦，这不用，这天罗精啊！丫头不用天罗精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对，丫头耐受不了，有天罗之名贵，口味之精美呀！是呀。这个弯我转了真水呀，转得好。一句相告，一件事成。陛下，你道久，忠君爱国，为官清正。今夜献我碧宴，我尽尽力，应该。应该怎样？应该爱重用啊！对，应该重用啊！啊，你才表示大同服务为主，人尽其才呀！老国公，现在你真是用心良苦啊！低言不尽。是宰相的罪过，心宽动不落，不甘要失去一匹宝马。宝马，嘿嘿，好一匹宝马。在
妹妹，今何得福，我人生三计无？陛下，想法分明，杀意精辟啊！魏献卿，现在，现在，点风采母女天生不教，点主动量在处用，祝你到白马寺剃度出家，皈依佛门，望你清心寡欲，尽绝名利，普度众生，早成正果。皇上，信！皇上，不必皇上信，出家去吧。新娘子，新娘子，出家好，出家好，出家免烦恼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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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哎呦，我生这个官生得都无光彩啊！我惊阮祖先在天之灵的骂我无路用哦。我看哦，我也是两早转来去阮故乡卖臭豆腐较好啊。陛下，哎，瑞熙，是未听到五将一支一手臂，言之功。五将。